我是呱呱狐狸，今天是我们的 Vlogmas 最后一天喽。是的，是的，今天就是平安夜了呢。呱呱狐狸，我为你准备了圣诞礼物哟。呱呱熊，我也准备了圣诞礼物给你哟。是吗？是吗？那我们互相来拆一拆礼物吧。我准备了冬天的神器给你哦。你怎么跟我的一样？是呀是呀，波波熊，我们送的都是汤婆子、汤姆子，多好啊！对了，波波熊，我们还有一份礼物是送给大家的。是的，是的，送给大家哦，一个惊喜哦 ！Surprise！ 我和呱呱狐狸为大家准备了2021年的日历。用心做的日历哟、赶快看一下日历的里面是什么吧。首先是一月份哦，呱呱狐狸，这不是我们滑冰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可开心了呢。接下来是二月哦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们还做了炸鸡呢。哦，不是，是烤鸡。呱呱熊，接着我们来看三月。我在睡觉哦，我在睡懒觉哦。还有我最爱吃饭糕和油条。这是四月吧？对呀对呀，波波熊，这是你给我过生日的那天，我又老了一岁，哼。接下来是五月哦。哇，这个是我们在干嘛呢？我忘了。哦，这是一台很神奇的相机哦。然后是六月。波波熊，这不是你小时候吗？接下来是要吃冰淇淋的夏天，七月哦。烧麦烧麦烧麦。然后是八月哦，这可是一个神奇的面膜哦。接下来是九月哦。波波熊，你看，这是最偷懒的你，你又在瘫着了，你快看你那个样子。你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这样嘛。然后我们来到十月，有万圣节和姜饼人的十月哦。然后是波波熊的生日月，十一月。哦，是的是的，我的生日在十一月哦，大家记一记，记一记，记下来哟。波波熊，这是我们的日历最后一个月，十二月。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! 大家圣诞快乐！好了，大家，这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哦，整整十二个月份的2021年日历哦。好像是挂历吧？日历。什么都可以了。希望大家喜欢哦，喜欢哦。好了，我们的 Vlogmas 今天就结束喽，结束喽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观看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爱你们哟。对了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。是的，是的。Vlogmas 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跟大家不定期的见面哦。我们会再见面的哦，期待一下哦。那最后，预祝大家过一个好年。是的，是的，新年快乐哦。Happy New Year! Happy New Year! Bye bye! Bye bye! 爸爸狐狸，我舍不得大家。不行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走。爸爸狐狸，我舍不得。我们还会来的。